这个局玩不了了，要不然我走吧，你们再找一个行不行？没事，等会儿你直接进去。万雷，疯狂带节奏，万雷。没带节奏啊，他是想去陪人家维护而已。维护能陪吗？维护不是只能单排吗？你在搞笑吧？不能在旁边加油的吗？你打比赛没观众的是吧？不是，你现在说话怎么变成这样了呀，万雷？冠军，你现在拿了冠军，我只能说很膨胀。我只能说，之前不是这样的。现在身居高位，没办法。现在不敢想、哦，要是拿四冠，现在你反驳，你反驳他，他就一句话问你，你什么冠军？要是拿了世界冠军以后，跟他说话要找人传话呀，你没个进个没进过世界赛的，真的说不了话了，到时候。真的应该是说什么要找人说，哎，腿哥帮我说一下，跟万磊说，问他玩不玩游戏，转达一下。我看说那还要过万磊过三小时才能回你的。你不会以为腿哥找得到我吧？不是，以后跟四冠直接人起飞了，飞到天空去了是吧？真的，天哪，四冠还得了？对啊，你什么冠军啊？腿哥说我也有 LPL 冠军啊，那万磊就来了一句你几个，对吧？那杀人诛心。哎，美国你去不去啊？你跟不跟过去的呀？他肯定跟过去啊。我要带两根国产香蕉去啊，美国的香蕉怕他们吃不习惯。那两根不够呀，你要带一箱呀。那会被人家那个的呀，被海关查呀。我都想好了，英雄联盟美国之旅开启，配一张速度图。我找快跑、哦，打不过，我们少人。走走走。坤坤不在啊。